看我的兄弟牛，还是我的闺蜜六？开始，来，我先跟我闺蜜打啊。我感觉今天要出戏。哎，喂，宝儿，睡了吗？没有，我吃饭呢，咋了？哦，给你说个事儿呗。就是吧，哎，我感觉我要跟汪滩结束了。啥？哎，就是因为有更喜欢的人了呗。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人。哎呀，不是，是我有更喜欢的人了。那按常理来讲，这个人吧，他是有可能同时喜欢上两个人，对吧？情理之中。那你说我选谁呀、啊？我觉得吧，你得选你更喜欢的那个。你看啊，咱讲讲汪阿潘，又不是因为他又抠门又小心眼儿，你说你也不可能喜欢上别人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就觉得。但是你更喜欢的那个人是谁？是不是和你妈说的那个男生？男的。我待会儿给你说啊，宝，我待会儿给你说。男大是谁？一个男大是谁？一个特卖人。等会儿你要给我说那个男大是谁啊？哎呀，你先给你兄弟打。喂喂，喂，姐夫，你干啥？打游戏。哦，那个方便说话不？方便，你说。我最近，我喜欢另外一个女娃娃。那、这个啊，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个学姐啊，你说她腿多长呀、啊？那个，她确实长。你不要冲动嘛，人家多好的啊。不是你晓得李真真那个脾气，倔强石头你都拉不转来那种。行嘛，分了也可以，反正你看我两个好久没见面了，这样子，我听我的事，老地方见，庆祝一首。嗯嗯，要得嘛，要得，那我先挂了，我把手机充点。啊啊！什么老地方啊？啊？什么老地方？就是我们以前。老的地方？什么老地方？我以前老的老地方。没有。谁来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？姐夫，他应该是劝你不要放弃。人间的青草地，需要浇水。